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另外介绍这个哈利波特，还有他的扫帚啊，好快，好快！一人称看一下。哎 ，Seven 的车，它很不能飞啊，它是摩托车改的。哦。哎，我看一下这涂装我换的，来来来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。他的魔杖有什么功能哦？找哪个人试一下呢？啊，就是他了。他其实是那个信号弹。啊，那个人烧起来了，弹走了，居然弹走了，全部烧起来。我刚刚试试看，他还有这个火球术哦，试试看火球术，喂，哦，一击必杀，哦。他还有人哦，人的那个血条跟 NP 值哦，我也有哦。尸体就不能用了，试看，哎，尸体不行，我们试看这个人。旁边的被波及到了，哎呦，他翻过去，哇，这团火球很大，人呢？得掉下去嘞，弹下去。好酷哦！你只有办法对载具吗？试试看，人那么远，哦，它很有距离的、啊，太远了，烧不到。车子可以烧吗？不行啊，太远了。我们换一个好了。这什么？这是冰吧？冰锥术吗？我怎么感觉没有东西？就是没有反应，是吧？你看车子，冰锥术，不要走！哦，它是有喷气出来，但是没什么扎伤力的样子啊。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？哈哈，他居然骑我的车啊！走，哎，不行啊！哦，这应该是回复，复活啦，复活。这个是石头，试看石头，陨石术。直接飞一片过去啊！哇，会散开哦！我来打车子，车子的旗比较高哦。哇，全部滚过去了！对对对！哇，那它不会，它杀伤力没有很高，但是还是会有损血的状态。啊，没魔了噻，魔不够啊，等他回复一点点。他这是可以扣多少啊？来，再试试看，这大概20吧。来，再换一个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有点难选哎。这个闪电。哎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啊，要有武器是吗？好、啊，我先把武器叫出来。啊，有点类似像附魔武器啊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大锤啊，是大木棒吧 ？OK， 它出现了电击的状态哦。打，它被电到，抽蓄。我，哇，秒杀了。你看看车子会打，
哎，车子不行。有伤害，但是不高。哇！哦，这个是龙卷风，我们试看这龙卷风到底有多厉害哦！试一下这个人，龙卷风，哇，小型的卷起来了，一半的型。我试看车子啊，喂。哦，五张五张，这个模组有点钝，卡顿，是因为这个脚本的关系，应该是脚本，这个例子让我的这个电脑慢，来再用最后一次，不行要用在我正前方才对啊。换另外一个，应该是攻击力上升了。哦，这个是降雨吗？没什么感觉，是降雨。哦，不确定为什么叫不出来，我改一下天气啊。他说他来得太晚了，救不了他。我来帮你救他，好不好？帮你救他。我先把他烧死，他挡住我的路，来复活吧！咚，他真的复活了，为什么要弹个两下？这也可以吧？复活吧！哎、欸，复活吧！哎、欸，没魔了，哎、欸、魔，再一次，复活吧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，可以，摔倒。好了，这模组就要到这边了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